我就没想明白，既然米藤山已经落到你手里了，怎么又给送了？这个老家伙狡猾得很，一味的装傻。他这是在寻找机会，他要是跟咱们大吵大闹的反而好办，可他偏不啊。这可是魂殿主人的意思，要想掌控整个迦南学院，可不是一道圣旨就可以解决的事情。就算你们俩出面，可是根基太浅，那些长老们并不见得能卖云岚宗和星陨阁的账。把米藤山当一颗棋子，一来可以看清楚谁真的替他说，二来也可以发现谁是我们的同路人。这步棋显是显了点，但是想来想去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，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把他给囚禁起来，万一他要是留后手的话，咱可就危险了。囚禁起来和杀了他一样，大家疑心更多，就让他在外面晃，反而显得我们问心无愧。你们俩说的对，这个老家伙在寻找机会，眼下他不敢自恋情怀，他想要的机会绝不能给他。可是万一他要是狗急跳墙跟咱们拼命怎么办呢？要拼早就拼了，你们不到年龄不了解，人老了才会怕死，也才会爱惜生命。我是，米藤山也是。国师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要抓紧办。现在整个迦南学院被米藤山提拔重用的人并不少，学生里面崇拜他的人也很多。没错，萧炎就是第一个。哎呀，我现在一看这孩子，我气得脑仁都疼。现在我们不能动萧炎，范劳大人有交代。可是这孩子跟米藤山走的是最近的呀，如果不拿他开刀的话，这其他的孩子怎么管呢？啊，是不是？早知道当初啊，我就不该饶了他，应该一掌把他给打死。您知道吗？也许魂殿的主人并不相信我们。这样，明天我先进宫稳住皇帝，然后跟你们去学院处理剩下的事情。您就不要继续装傻了，他们已经开始想办法了。我都看见了，您被砝码困在屋子里。那天晚上，还有一只蜜蜂落到了花盆里，翅膀沾了水飞不起来，还是您给救出来。
法玛他劝您投降，还说第二天会有魂殿的人来。您看不见我，我看得见您啊。不过您现在得告诉我，对方有多少人，有多大的势力。 可以去应承的，我有办法的。长老，我不可以再这样任人糟践您了。长老，长老，萧房主，韩长老有请。 萧炎同学，跟米藤山聊的怎么样了？瞧见没有啊？这些都是检举揭发你的信。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米藤山很重视你啊。谁是魂殿的人，谁自己心里清楚。 行吧，我看你也是铁了心了。哎，老头子就没教你做人聪明点吗？啊？这样，你要是能告诉我他在哪儿，我可以对你网开一面。百成。 得令。哎，我记得萧炎同学很喜欢焚天炼气塔呀。上次为了跟白山争练功房，还打了一架是吧？嗯。好。好啊。把他直接关到最底层，啊，喜欢练，让他练个够。带走。 萧炎余党，给我绑喽！送进焚天炼气塔关押。走，怎么了这是？为什么抓我们？连米藤山都招了，你就别扛着了。 把他们几个都分别关押，以防串供。萧炎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带走。这个地方最多只能待4个时辰。明天早上我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们要是再想不明白的，那就一起当人干喽。 听好了啊，把人给我看好了，谁放走了，我拿他试问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。焚天炼气塔底下人是待不过4个时辰，你也不行。以你我功力应该可以，但他们。 可就难说了，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。刚才米藤山那个老家伙也已经被关进去了，所以说呀，咱们这耳根子终于能清净喽。<笑>
阿斯，情况紧急，长话短说，我有大麻烦了。蛇王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，尽管吩咐。我希望你们舍人族前进迦南学院，攻进焚天炼气塔，把我们几个人救出去。蛇王，你是在说笑吗？这个塔里实在太热了，我倒是撑得住。可我的朋友们已经快不行了。 里面有蛇，里面有大蛇啊！
各位长老，外国马上出发，我已经查过了，联系塔下，直通黑角域森林。瞧见没有？这些人知道反向一路，好了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谁要是再敢替他们求情的话，通江轮主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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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上。从这里出去，应该就是黑角域森林了。当心啊！藤山长老。 啊，你有想过我们出去以后该怎么办吗？我本来想多待一阵，让他们没有那么早警觉。好多事情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。我可不像您这样有耐心，给坏人留时间是最糟糕的事情。我们去银城吧。啊？夜兰皇帝是我的兄弟，也是他亲口对我说，您刺杀皇帝一事是子虚乌有。 他也不会搬彻查迦南学院的圣旨下来，而真正的魂念坚信是砝码。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去银城，揭开砝码的真面目。只有打败了他，学院才会真正的安定。那人已经是皇帝了，还能是你的朋友吗？我和他相处不多，但我知道，他应该是个守信我的。 怎么样，不行，这个洞口外面是黑角域森林，但有几个砝码带来的炼药师，在洞口外面守着呢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？这下怎么办？出口被他们看住了，他们这是守株待兔，就等我们自投罗网呢。哼，想当年，我做药帮老大，吃香的喝辣，还可以勾搭师妹胖师姐。哼，现在跟着你们。 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，那你倒是原路回去啊！说的容易，萧帮主，现在怎么个情况啊？藤山长老，你的身体还行吗？你想乔公出去？是。我觉得胜算不大，我现在斗气一点都使不上，门口守着的肯定都是砝码的心腹，个顶个的高手。 危尽之际，继续走吧。走了。早知道我一定从学院里多带几个水囊出来。就你废话多，走吧。
小心！小心！小心！没事吧？小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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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
全都是借口！你们在那个地方守了整整三天，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往洞口里面看了没有？那个地方紧连着黑角与森林，有一个洞口有岩浆，你们进不去。你们就不会从另外一个进吗？那个地方查了没有？我们放了追踪的魔兽出去，方圆十里之内都没有找到。 这是成了仙了，还是做了鬼了？啊！说呀！啊！都是瞎说，地板怎么会破了呢？再说了，那巨蟒、那地心蟒那么大一玩意儿，说没就没呀！啊！几个学生，一个老头，你们都看不住，你们干嘛似的？哼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！哎！ 我问问你们几个，你们谁要是愿意跟着米藤山走，不妨站出来，我绝不怪罪你们，好不好？韩风，看押之事本来也不是我们在管，你犯不着这样吧。若琳老师，你长期以来跟这些逃走的学生交好。 我看这次他们能跑，跟你也有很大关系吧？嗯，还真有可能。哎，这焚天炼气塔对吧？这地板是生铁铸的。我说句实在话，就咱们这几个人合在一起，咔嚓，他也不能给他击碎呀！啊！所以韩长老，你不能把责任 归咎到别人身上，那我怎么交代啊？这是国师交给咱们的任务。对呀，交给咱们学院的任务。皇上的圣旨是说让咱们学院来关押这些疑犯，现在跑了，逃走了，我怎么说啊？怎么说？怎么交代？我看您和这若琳老师是不是米藤山的同伙？ 说呀！说呀！你们是不是同伙？是不是同伙？不说话，不说话是承认了。来人，给我押起来，好好审问。押起来！还有，放出话去，见到萧炎立马击杀，绝不姑息。韩风，这里是迦南学院，不是你的星陨阁。带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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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会那天，我们都走了几天了，两三天吧，可能更久。到现在，一点透气的地方都没看到，再这么走下去，别说是昊天，我都不行了。怎么可能？这岩浆一直烧着，没有空气怎么行？ 再说了，你还一直在说话喘气，这前面一定有出口。你们先休息一下吧，我去前面看一下。喂，你小心点儿，来，都歇会儿，再走怕出危险了。 顾家，你是不是吓疯了吗？自从遇到你们呢，我这人生就丰富多了。哎，这
这前十几年，也比不上这几个月来的刺激啊！是啊，真够刺激的。我一直以为我会老死在床上，谁会想到被岩浆烤死？人嘛，固有一死，能和你们死在一块儿，我也认了。 我们还要走多久啊？我们不被烤死，也要饿死了。哎，你放心，到那时候，我就一把把你推进岩浆河。哼，那我先谢谢你了啊。能跟你们死在一块儿，哼哼，我也认了。你们呢？藤山长老。 你笑什么？你们现在后悔了？当初逃出来干什么？是啊。是什么呀？不逃出去也死在那焚天炼气塔，还不如走下去，好歹有个希望。唐山长老，我们还有希望吗？为什么这么说？炼药师大会，我看到王室都被他们渗透了，连国师都是叛徒。 如今迦南学院也沦陷了，我们就这几个人，能做什么啊？难不成真告诉大家，国师才是奸细，甚至是假的？他们只会把我们当疯子。当邪恶来袭的时候，你坚持做一个好人，很多人都会把你当成疯子。毕竟这个世界上，懦弱的人多，勇敢的人少。就像。 就像黑暗中的火把，你看它孤零零的，对吧？那你们知道邪恶的弱点是什么？邪恶就想让我们恐惧，因为它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强大，也没有那么多死心塌地的跟随者，所以。 你只要战胜了自己心中的恐惧，再鼓励下一个人，就像用一个火把上的火去点燃下一个，10个、100个、1000个，黑暗就会被击退，邪恶就会成为一个笑话。所以，击败邪恶，不恐惧，是第一法宝。 好，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找到门了。清水、馒头、沐浴、大炕。大点声。老爷，地老爷。 我不管你们了，我一定要去。哎，几位客官，请到小店一坐，歇个脚再走。哇！来，里面请。您请。我自己来。哎，好，我去给你们准备吃的，马上回来。 唐山长老，这里是谁？来，喝点水。唐山长老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有听说过吗？我一直以为没有这个地方的。什么意思？ 各位客官，饭菜来了！你看，哇！且慢，我们出来得急，先把事情问清楚了再动手。这顿饭才吃得心安理得。您老是懂行的，这鄂人谷的饭吧，说好吃，也好吃。
恶人谷。你不是到恶人谷？那你来干什么呀？我们……哎，别别跟我说，能走到这儿的都有九条命，不管你们在外面有多大罪过，跟我们这儿都没关系。吃完这顿饭就进谷，凭本事活。进什么谷啊？我一直以为没有这个地方，原来它还真的存在。不知道从什么年头开始，帝国的逃犯，十恶不赦的罪人，只要逃到这里来，外面的人就不会再追了。听说这里是以杀生为食。嘿，您老说的对，这恶人谷嘛，吃的就是一口杀人饭，不杀人，哼，那还叫什么恶人谷啊？那我们不吃了，赶紧走。好嘞。我再喝一口，我再喝一口，我。好了好了，没事。我们总能找到出口的吧？这你可说对了，从这儿出门往西，再走个半年，估计就能出去了。行了行了，少在这吓唬人。哼，各位，好走不送，路上碰见那些干尸，都是以前走了的客人，替我问个好。他说的没错，史料里记载的地下世界就是如此。那除了禁谷跟向西走，就没有别的出口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小二，把饭菜上来吧。好嘞。就算这里是恶人谷，我们也进去走一走，先把饭吃了。长老，恶人谷里有别的出口吗？我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在书上看到过，具体是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，毕竟这个地方存在有几百年了。这是斗气大陆最黑暗的地下世界。我们现在也算是帝国逃犯了，来了就来了，再差也比往岩浆河里跳好。这话痛快。怎么样，各位客官，满意不？还要点什么？不用了，饭钱多少？好，来，两场比试，小店够意思吧？让你们先吃饭，后结账。这什么意思？哎，谷里的规矩，吃喝穿用啊，一概不收现钱，全凭打斗名次，强者为尊。怎么样，你们哪二位参加比武啊？我来。你等一下，都是跟谁打呀？天地玄黄，黄字号，是第四等的斗者。小店不好啊，只配这个。哎，你们要是能在天字号赛场上打，那可就能吃到美酒佳肴，人间绝味呀。我叫谷江，他呢叫韩贤，把我俩名字写上。不要写我，不要写我。好样的。好，各位，这边请。
各位，一旦进入恶人谷，就意味着跟往事告别。恶人谷虽然不问世事，可但凡进谷之人，必须有忏悔之心。各位，请以新的身份重新开始吧。你们恶人谷规矩怎么那么多啊？好看吗？请吧。这地方这么窄，怎么挠？
对阵，帝国逃犯韩贤。加油啊！小心点啊！到这儿了，玄字号比赛场，一天两场。就这房间啊，也太简陋了吧！要不是前两天有兄弟俩让人打死，这房间都轮不到你。小云，我们是来逃难的，我看这房间挺好，就住这里吧。老板，多谢了。嗯。刘布。嗯。请问你们恶人谷中？可有上好的大夫？有啊，当然有。我要最好的。好，你等着。你这又何苦呢？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慢慢调养就好了。我刚替您把了脉，您的心包经和右肺经全都已经被震碎了。我虽然是炼药师，可以想不出医治您的法子。这恶人谷中应该还是有真本事的人的，大不了我多打几场便是。谁要瞧病啊？哦，是我。来，请个脉吧。你是中了魂殿的手法，心包经和右肺经被震碎了，这也不难。我原来救过魂殿的企图，他告诉过我医治魂殿伤病的疗法，我开一副药，五天见效，连服一个月，就算功力不能全部找回，至少也能找回个八成。你是？尊驾可是圣手书生，令一指令先生。你见过我？我刚入炼药师工会的时候，就听说工会有一个天才，炼药手法奇特，药到病除。不过，听说十几年前就已经死了，是吧？
要不提，我都忘了还有这等事情了。那时候我年轻气盛，名气大了，做了点狂事，酒醉之后做了禽兽之事。一晃都已经30多年了，你说的那个蔺一指早就已经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蔺先生了。只要您能把长老治好，但有所命，万死不辞。我刚才开的那服药需要3天才能炼好，在这之前你把这个让他先吃了，早晚各一颗，用斗气辅助呼吸，这样能缓解他的症状。天字号粮厂，蔺先生的药费果然不简单。怎么，我来看病你还嫌贵？这单子我接了，我说话冒失，还请您别放在心上。以后就有劳蔺先生了。好啊，年纪轻轻肯为人舍命，我免费送你个忠告：你的邪气已攻入肺腑，如果不悬崖勒马，无药可治。你说什么？你自己修炼什么邪门功法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长老好。这蔺一指用药还真是通神，我一直觉得胸口憋闷，呼吸不畅，这一粒药丸顿时舒畅许多。蔺一指说你的邪气已入肺腑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只是不得机会问你。连黄泉地心蟒都听你的指挥，究竟为何？我们逃避于此，前后不得退路。这里可是恶人谷，你想一世做恶人吗？藤山长老，做好人真的重要吗？为什么我看到的永远都是坏人那么得意，而好人却四处逃亡？蔺一指害怕别人叫他圣手书生，是因为他害怕想起过去，可是谁又能真正忘记？人为善为恶，不过是个选择。就像我们住在这个屋子，和住在柴房一样。既然是选择了，就要接受。不过，求自己心安而已。长老，我和蛇人族之间，不过是场交易。我问心无愧，还请您放心。蛇人族正邪难辨，
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可是你现在身上戾气如此之重，看你的脸色，早就应该发病了，为何迟迟不发？像是有人替你抵挡了戾气，自己多想想吧。更冷。
天字号第一场，由帝国逃犯萧炎对阵空谷剑无辜帆。双方押宝，帝国逃犯萧炎押宝魂殿神兵一把，空谷剑独孤帆押宝云岚万色剑一把。前云岚宗的叛徒，为求至高斗技加入了邪道，手刃云岚宗三个长老，有人说他死了，没想到居然在这儿。萧先生，谷主在等您。坐。我们途经此地，能有地方吃住，就应该前来感谢谷主。没想到还令谷主如此大费周章，实在是惭愧。萧先生客气了，刚才在赛场上看到萧先生的功夫，果然是少年英雄。你住那破地方配不上你，不如明天就搬到我这儿来住吧。如果萧先生喜欢自在，我这还有几处别的院子。如果你不喜欢这儿的吃的，可以告诉我，我来为你挑选。我的确有一事相求，但我不是为了吃住。请讲。怎么出去？去哪儿？去地上。萧先生不知道吗？我这恶人谷只进不出，没有出去的路。如果这恶人谷真的与世隔绝，那么请问这粮食
是从何处而来？萧先生来我恶人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应该见过谷中下雨吧。在谷的上面有一个巨大的湖泊，老天爷眷顾，但凡遇到下雨的天气，湖泊自身无法容纳的水就会顺着岩石一直渗透到谷中来，形成封闭山谷的降雨奇观。有水便有粮，有粮便有了世世代代在这生活的恶人们。我看与其说这恶人谷没有出口，不如说是谷主您不让我们出去。萧先生想走，难道是觉得我恶人谷招待不周吗？明天我就亲自去安排。谷主，我们逃亡至此，实在是不想常住。迦南学院已经通报大陆各处捉拿米藤山、萧炎、萧薰儿、韩贤、虎家、昊天，你们上去就是天罗地网。就算你的功夫强，能胜过炼药师工会和五大家族的高手，还不是白白把命送了？哦，谷主消息这么灵通啊。那么请问您的消息是从何处而来？如果说这恶人谷真的没有出口的话，难道这消息也跟雨一样是从天上渗下来的？谷主，所有那些说我们是魂殿余党的话都是污蔑，我们没有作恶，所以不需要忏悔。在这个地方，我萧炎不需要这个东西。被人诬陷又怎么样？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就为了争个是非，无端的折煞英雄，何苦？一日有酒就一日开心，这样不好吗？先生何必孜孜以求呢？你说的都对，但是我还是得离开这个地方。人谷有最烈的酒，最美的女人，在这里只要你功夫够强，你就可以得到一切。可是在上面，好人被冤枉，坏人得势，就算你满身是罪你也说不清，这样活得多累啊。如果你在这再多住几日，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这谷中之人看起来过的是平常生活，可透过他们的面具，我看到的不是忏悔，而是怕仇家找上门来的怯懦。说是逍遥度日，其实只不过是在逃避罪责罢了。萧先生果然是聪明人，有力再战却选择退缩，这才不是男人所为。我大仇未报，还请谷主告诉我出谷的法子。报得了仇怎么样？报不了仇又怎么样？何必执着于此呢？你在这一战之后声名鹊起，我担保在今后的日子你将会有没想过的安乐。但这不是我想要的。谷主，我再请教你。好，不说了，今天就是接风，来喝酒。我再请教您一次，到底要如何才能出去？真的要出去？是。那可艰苦得很呢。刀山火海，
万死不辞。恶人谷的确有出去的规矩，可是愿意出去的你是第一个。也罢，只要你打到恶人谷的前十名，随你来去。真的？你真以为可以进前十吗？为什么不杀人？有父母师长的教导，自然不敢杀人。恶人谷之所以叫恶人谷，是因为这住的全是恶人，你杀了恶人就可以得到他的宝物，谷里人看了也喜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无乐，所以不为。我不知道今天那个独孤帆到底是不是一个恶人，但至少他跟我没有过节。我只知道这个地方靠刀剑讨生活，没有家族，也没有宗派，这点倒是合我的意。这比上面轻松得多。说得好，若他日你真的打进前十，我便不追究一切，放你们出谷。还敢睡觉呢？明天就是最后一场了。今天我把最后一招传你，你就升阶星陨阁和魂殿的高级斗技。百年之内，像你这么幸运的小子就再难见了。明天我们也要打一场吗？当然。如果你输了，你的灵魂就是我的，你的朋友会走出恶人谷，你留下来陪我，留在这里做一个不死的幽魂，怎么样？我不想陪你，我只想杀你。为什么？我今天听见我娘叫我了。他一生追随正义，与魂殿为敌，而我却做了魂殿的弟子。我觉得我对不起我娘。何止你娘，五大家族都是傻子。你说说，我这样的功法，天下有谁能及？没有人。当然。能留在这陪我，那是你无上的光荣。我打完明天那场，就不会再来了。大丈夫来去分明，我先跟你说清楚。你想说什么？在这里待久了，
迟早会变得跟你一个样。我也许杀不了你，但我至少可以左右我自己的性命。我宁愿自杀，我也不把灵魂卖给你。你为什么那么恨我？就是因为你娘死了？那如果我送你一份大礼，你是不是可以和我和解，让我娘活过来？那有什么难的？非如此便能显示我的手段。最大的心魔就是自己，要战胜别人很容易，要战胜自己却很难。我终于懂了，无论你是叫魂灭生，还是叫萧炎，你都是我这辈子杀的第一个人。
把门关上，进来吧。喝粥吗？姚老，我一直都在找你。为什么找我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用魂殿的功法了。快关门！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你的命灯，如果它灭了，你就死了。姚老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伤？你知道这里为什么会有飓风吗？这飓风就是你心中的戾气，每次只要我能抵挡一阵，就能把你心中的戾气拔出一丝。现在飓风快过了，说明你悟得很快。我就知道是你在替我受罪。藤山长老说，我邪气已入肺腑，早就应该是个死人了，但是不知道是谁一直都在替我拔出戾气，我一猜就知道是你，可是我找不到你啊，姚老。姚老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这种劫难，每个修行的人都会遇到，但看到你心中还存有善念，我感到很欣慰，为你受这点伤，值得。但是我还是没有熬过去。现在多半已经死在恶人谷了。哦，死了？可这命灯还没灭呢。魂灭生的最后一招学会了吗？姚老，我……你已经通过魂殿邪恶诱惑的考验，而且本性并没有沉沦，正邪武功当用则用。姚老，我真的已经想过了，我以后不会再用魂殿的功法了。好了，赶快出去吧，废话真多，再不出去啊，你就被人打死了。记住，渡河未半，中流而击。Thank you.
你的朋友似乎都已经跑了。怎么样？跟我一起出去吧。除了你之外，谁也不愿意走。那些打进前十的人也不愿意走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走。当我发现所谓的规矩，所谓的尊严，就是整天被人当作马戏一样的玩耍，我就不再自欺欺人。你以为上面等着你的就是比恶人谷更好的世界吗？别忘了，外面已是天罗地网，你们一旦在斗气大陆露面，就会被抓起来。我萧炎所做之事，不用靠生死来判断对错。你如果再来恶人谷，我特赦你，不用比武也可吃住，免得你再将我这里搞得乌烟瘴气的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终于出来了，接下来去哪儿啊？你们先回学院，我先去银城，我要把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给抓出来。我们也要跟着去。好了，人太多反而会打草惊蛇，你们先回学院。那之后就麻烦藤山长老了。怎么了？恭喜你，年纪轻轻的就度过了魔境天劫。那也是多亏了长老，让您担心了。你见到那个为你拔除戾气的高人了吗？见到了。他跟我说，修行路上最大的敌人永远都是自己。只要能打败自己的心魔，就算黑暗真的来了，也不用害怕了。